现在在试营运啊，然后7月会正式开幕。我没有想过淡水会有这种地方、欸，就感觉好像还蛮赞的。还有小朋友游戏室，阿姨已经先进去了。哎呀，小公主啊，先进来了。小公主喜欢这里吗？进来，柜台在这边，大厅看起来很舒服。日暮频道，日暮频道，有可能可以看到很美的夕阳，所以也可以在这边喝饮料什么的。对对对，是海吗？还是河？是河。妈妈还有这个消毒的，然后它是不含酒精的，很贴心，好舒服的感觉哦。哇，我的衣服！爸妈来到这边心情也会很好的感觉。消失。小夜浴室，蛮不错的耶。这感觉很赞，他最爱的工具乐园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感觉很棒耶，而且质感都很好的感觉。质感都很棒，嗨，小公主，我给你吃，谢谢你，你好贴心哦！天哪，这是我的早餐吗？对啊。啊，谢谢。我可以喝拿铁吗？咖啡加牛奶就是拿铁，感觉很真实的小厨房哎，好完善、好舒服的小厨房组哦，好赞哦！天哪，我最后会放到一个这个，它整个真的很赞哎！哎呀，这边有一个小球池。整个空间实在是太棒了。3, 2, 1，小超市哎、欸，天哪，这里好棒哦、喔！拿铁做好了，真的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是我小成员吗？是。啊，香香庆生。香香四岁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啾啾啾啾，绵坡，耶！他二楼还有那个健身房跟瑜伽的地方，我刚看到，我觉得质感好好哦。他这是好私人教室的那种感觉。还有游泳水，还可以看景，感觉非常的舒服。瑜伽教室很大，空间很舒服的感觉，可以来这边做瑜伽，完全不像饭店里面会有的瑜伽教室的感觉。迎宾室哦，好，很好，有质感。它这随时都有那个，这叫什么？饮水机。听说还有一个酒吧。走在这边，感觉空间又整个不同哎、欸。贵宾室的感觉，听说就是也会提供酒精啊，跟一些特别的饮料。晚上的时候再来。居楼，来看一下。这个是电动游戏间，玩电动的地方。天哪，竟然有这个东西！还有个唱歌的地方，好清爽的感觉啊！但算还蛮大的哦，看起来还蛮特别的，有点复古的感觉。这让我想到以前都会洗照片的那种时候，影戏院。哇！很大呢，对，很高，对我来说都很高，很高。好，我们坐在1005，好了，我们要进去了。
安香香，走吧，走吧。下拖鞋好像很大，鞋柜。哟，我的。哎呦，还不错哎。哦，我好像看到你们会很爱的东西。天哪，小家庭的套房，马上跳进去。第一时间弄到。这 view 也太好了吧！小球池真好，房间有哎，这客厅好大哦！天哪，小厨房，上面付费，然后下面是免费的。球池大战，上这边是免费，这边是要付费的。嗨哦！天哪！我找到两台车子了。这个是他们付的。啊，我们的房间，哎，是超大的床哎。枕头第一个是羽绒枕，羽绒枕是用来做靠背的。化妆台赞哎，浴袍、浴衣哦，记忆枕在这边，真好。天哪！哇哦，浴缸哎、欸，好大呢！整体真的很赞哎、欸，这是 SPA 养护浴座，客人可以坐浴，他就可以做 SPA， 那有水柱。哇哦，好酷哦！我们的东西在这边啊，小朋友的，真不错，也太棒了吧！这个地方，房卡超美的。好美哦！这个上面是楼层、哦嗯，中间是房号。嗯。很贴心呢。一瓶饮料，秘制柠檬石花冻。对，这是我们在第一淡水石门很有名的石花冻。石门哦。对，有蜂蜜，酸酸甜甜的，所以不会太甜哦。不会。迎宾饮料，好用心哦，你们。好喝的。哇，看起来就很想喝它一下。这个是可以泡温泉的房间，更温馨的感觉，好像更赞哎！但是这边七月才开放，哇哦，更喜欢这边哎，可惜现在还没开放，好棒哦！天哪，它开放让我参观，真开心！天哪，这里感觉更赞哎，房间可以看河景，这边也有一个小厨房。这边小朋友玩的地方哎，这边应该也可以当那个小朋友睡的地方，可以看河景哎。好棒哦，在这边这样，房间跟这边太赞了。对，他是不是刚已经做了那边？他说这是浴衣。不是啊，他这个是休闲，我觉得他这个。他这就是等一下去泡澡。泡澡，但是好像道服哎，像去那个疗养院。你又不是叶问，你叫李小龙。宝贝，你不是叶问，也不是李小龙。我们明天就20周年哎、欸。今天。妈妈会剪。好啊，来。还有什么？你要自编。要玩。在家里的感觉啊。我们要泡温泉。去裸汤。这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可以。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什么样的要跟我们通知的。可以拿这个电话起来，里面呢会有一大一小的毛巾，女生会有浴帽，可以带走的。真的很热，这就是脏毛巾丢的地方。然后沙发区、哦、一样，这里也是整装区、嗯。黑桃罐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棉花棒、化妆棉，都有密封起来的梳子，然后跟吹风机。Okay, 好，好了，开了。哇！哇！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棒的感觉耶，很 OK 哈，对啊，大家都还蛮喜欢的，小的是冷的、okay、大的是热的，建议就是你们先泡脚就好了。这家饭店早餐都是送到房间，只有四个人份。这边中式的，然后这边是西式的，那两个是儿童餐，很舒服，就可以在这边享受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超厉害，我觉得这超好吃。给我吃，它是饭卷，然后它是中式的，但是它是紫米饭团的那种，它的蛋饼也很好吃。它是那种猪肉啊，
猪肉，对，可是吃起来有点像火腿，就是有那种感觉。我就喜欢这个和这个。阿萨拉看起来很漂亮，味道我觉得就是很普通。它的饮料什么都可以选，烧圣果酱它都是师傅自己先做的，好厉害的。对啊，就是他们还蛮用心的啦，然后又很美。哇，好吃吗？喂，弹出来了啦！这都是饭店付的，饭店付的，怎么开心？超开心的，真好。午餐有就是这样的简餐，对，可以点。对，不想出去的话就可以点这样。对，中午选择也很多哎，而且看起来其实水准都还蛮好的哎。他们说是简餐，但是怎么感觉好像很精致，然后有点隆重的感觉。这是前菜，牛肉面，很不赖哎。石木鱼、白骨饭，他们竟然有麻油面线呢，好帅哦！而且看起来很好吃呢。他们晚餐是无菜单料理，睡到三岁，四岁到十二岁，看不到是什么，就是名字，海山菜米锅甜。这道菜的话是墨鱼香肠佐黄芥末酱，小卷佐五味酱，城市口味的红萝卜、山药豆腐、红烧肉，两人份石斑鱼、牛小排。它鸡肉饭是用那个乌骨鸡肉，上面是鹌鹑蛋，好可爱哦。破布子炒三叔，这边的五菜单料理好有温度哦，然后很不一样。砂锅米粉，看起来很美味耶。五菜单料理会不会太强大了一点？点，他傍晚送来这个，这个是龙眼吧，好可爱哦，好温馨的感觉。今天要去淡水老街，很久没有去淡水老街，第一次去是就是我老公带我去的，那时候约会，然后第一次吃阿给跟棺材板，现在来淡水老街，就是一种回忆的感觉。好，他们这是那个饭店的接驳车，就是要先预约。出发咯，到了，好像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我以前来完全不是这种感觉。是来的什么？小香买了什么？铁蛋。铁蛋。小香喜欢吃铁蛋。白天的夜市感觉，哎，我没有想到淡水老街白天那么热闹，好可爱哦！怎么好像来台湾观光旅游的感觉？自己明明就是台湾人，然后觉得很新奇。你看算命就有一个。他都写那个苦命者免费，自己都还两台，对，真怪奇。他第一次摸蛇，我就是带他来淡水老街。是很多人都会买的李圆圆，虽然我不怎么喝珍珠，喝一口看看好了。下面是温的，好甜哦，珍珠 Q 吗？ Q 啦，但是我没有很爱喝，很 Q， 其实还蛮特别的啦。哇，好奇妙哦，第一次看到这种小女生爱的小东西们，这家没有名字哎。地址是这个，哎，这铁蛋没看过这一种的，就一颗鸡蛋，鸡蛋到这种地方都走不了，会一直看。小时候都爱玩这种，忍不住就会想要进来看，因为小时候都吃过这种，小朋友进到这种店就会疯狂。哎，你家要看这两个，就会变到，是不是？那边就写店人家，被电到一下，这家。我婆婆说很好吃，鱼丸汤，它是里面有馄饨综合的肉包，啊，肉包好吃吗？吃哦，我也喜欢吃这个。哦，这家果然人超多的，大家都来排队。我们来到这个3D 彩绘街，它就是这边整个都有。它上往下拍的话呢，就会看到这个。拍照出来的成果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家就是我老公带我来吃的，已经变得这么热闹了。哇，好多要坐船去巴黎的。莫夫大，你好，谢谢拍照。
终于拿到了，跟小朋友玩。沈香香，你是不是不敢过去拿？你拿了饼干的，你好害怕。他说他很害怕。久违的淡水河岸，好，一群鸟。到哪都爱看玩具的概念。没有啊，都没有。现在没有完整的。待会儿我。对了，我就是。他说，他刚说他的脚酸掉，然后其实就睡着了。然后在这边的头发就是一直这样。老淡水第一次吃，可以选，好久没有吃这样的餐厅了。哇，那龙虾太大了吧！里面，你说这只鱼要2000？对啊。哇哦，剑虾，哇，咸蛋。发牢牛，石井炒面。啊，你好专业哦！这是什么？战斗机，感觉很赞。你讲话，一条鱼好大哦！天哪，对半，一半做剩一片，一半蒸呢、哦，真划算。你要看我，3、2、1，要放着等一下。古代人造像，很复古。